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到今年已经有20年了。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，而中国大陆仍面临中共打压的大法弟子，为纪念这个他们心中美好神圣的日子，冒着可能被公安抓捕的危险，以挂条幅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心声。最近，中国大陆各省市地方都出现了法轮功真相条幅和不干胶贴纸，下面一起去看看。为庆祝大法红船20周年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5月13号之前，中国大陆各大城市、乡镇都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法轮功真相条幅和不干胶贴纸，上面写着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办周永康”等字样。 一位大陆河北人士对新唐人表示，13号前，在他居住的小区隔离住区50米远的繁华街道，都能看见法轮功真相条幅和不干胶贴纸。对，我们门口有，12号晚上13号早晨我们就看见了，就是告诉大家，第一个是庆祝法轮大法日，第二个又让大家赶紧清醒认清当局的面目，是这么一个宣传，还是彩色的，也有黑白的。 河北的这位男士还特别提到，许多人向他反映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不屈精神令他们敬佩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作为一个受迫害的团体，他们还是在不断的抗争。那么这种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。第二点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既然这么多的人在诉求，而且我们这是一个小地方，那么可以推想全国有多少人在诉求？那么也就是说， 面对这个群体，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，就是政府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答复。另一名移居海外的郭女士也表示，除了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给中国大陆民众讲清真相，令他感动之外。他认为，中国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在善恶面前做出选择，才能给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 看到那个大陆吧挂的那个法轮功真相条幅吧，哈，我就想啊，中共呢这些年呢，不但对大陆民众的迫害，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过，但是呢，这些法轮功学员吧，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，用各种方式啊，就是表达自己的心声，真是冒着生命危险，这些举动啊，真是令我很感动。明慧网报道。 5月13号清晨，东北某市的街道两侧树上、公园里、农村的公路两侧树上、桥栏杆上、村屯里，到处都飘扬着“法轮大法好，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命，恭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”的条幅。建筑物上、墙上贴有“庆祝513法轮大法日，法办周永康”等图片。在乡村集市上，也可以看到缓缓飘过的带有“法轮大法好”等条幅的氢气球。 进法轮功的人，现在都可好，因为啥？因为我们以前跟他们不接触，后来不送到劳教所以后，好多法轮功就送到劳教所了。然后我们在一块儿，其实他法轮功的信仰可真善，在我心里，我认为他们再打压他打压不倒。作者孙思贤撰文指出，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，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。 1992年，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大法公开传给了人类。 大法传出以来，李洪志先生历经艰辛，不辞劳苦，在亚欧、澳美等世界各地讲法。大法红传110多个国家，载誉无数，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，受益无穷。